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想念你们。这次我在泰国见面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最重要的是我能够再次看见你们，到时候我会唱歌给你们听，因为我唱的特别好听哦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因为你们是我特别的人。也就是这个月的13号，也就是5月13日，我会在泰国等着你们，不见不散哦。